矿的话呢，炼分矿的话呢，因为分矿的强度虽然不高，但是是不好抗压的一个分矿。越炼的话，这个分矿怪会越强，它有穿刺，有嗜血。嗯，好的，那也是来到我们今天 B 组的第一场比赛当中，蓝色的 Human 是 Invi， 而红色的 Oak 是来自 LF 的松影。嗯，那么我们看到开局方面呢，应该还是常规的一个开局，其实主要还是兽族的一个炼断的方式。是他的方式是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还是怎么说？因为现在他对抗的是比自己更强的选手，或者说在如果按照有什么所谓世界排名的说法的话，那肯定是还是先知。因为搜影之前很喜欢放一些小小招数啊，或者说跟别人不一样的战术，但现在就是先知这个体系由于打人族的各种优势实在是过于明显，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其他英雄的理由，主要是太香了主要是太香了就真的没有什么，你出个先知你好像我可以血战但保底不亏，就这种感觉。是的，那其实就是看人族是如何去炼断的，因为人族的现在的炼断也是很怕被先知陪住，就狼啊什么的，你要是一敲民兵的话，你的农民在回去的路上就很容易被咬掉。是，而且本身就是这种进行防守的时候资源的一个阻断也是比较头疼。对的，那么我们看到这边的话已经下了三兵房，然后步兵的话是过去看一下，因为打先知的话主要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在家里面是不是放塔，因为你如果是有信心能守住的话呢，是可以晚放塔，但是晚放塔的代价就是先知会在你家待得更久。是的，这边照例先正常的赶紧练级。嗯，这个已经是完美练断了，农民只被 A 了一下。嗯，松韵这边的话是选择自己也先开，然后再过来骚扰的，这样路线又跟昨天 focus 的感觉有点像。嗯，好，那边的话是因为是保底，先知这样保底的话是可以保证自己能拿个宝物，然后呢又不会，因为第一个点人族99%的概率是敲民兵的，所以自己跑过去的话是意义不大，不如说是先练一个点。这个其实跟 UD 是一个概念，以前 UD 买个骷髅棒跑过去也没什么意思，无非就是能不能 C 个水人，到后面发现人族都把水人 A 了，那就不跑了，我练个小点再走。这边第一个有点来不及，这可以补刀一下，哎，没有补上，这边看一下能不能搞一下水人呢。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水人的血太低了。嗯，反补。好，那么这边的，但先知这个时候已经一级半了呀。如果这个狼被点掉的话，哎，点到了，可以舒服。嗯，这样很舒服。这样其实狼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如果它只有一只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威胁的，就输出也很低，血量也很薄。好，就想赶走安心鲶鱼人，看一下赶走，不让你有机会摸拖回去。他其实就用步兵去点就可以了，而先知就想补这一下，还是有点拼的我感觉。嗯，但是这里新招的狼啊，步兵能不能卡一下啊？没有卡住，那就算了，看大把这一下能不能 A 掉，反补一下啊，反补掉。因为他有个爪，如果说前面攻击力出的高一点，应该是可以的。那这边继续，因为整体防骚扰，英飞这边细节做得非常好，就是当你脸来控。你看他就是他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他的步兵都没有给你咬的空间啊。是的。好，这边的话先知还是没有补到。是，然后全套，甚至我还想蹭你的经验。对啊，现在反而是他招的狼反而是给人族获取经验的额外来源。你哎呀，这个小心这就比较气了。哎，这下想补，这下好像补到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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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补到了吗？经验多了一点。嗯，多了一点吗？嗯。这样的话是二发牛，这个时候对于前期来说人族是很舒服的，因为现在人族不追求所谓的三级 timing， 也不追求你各种节奏，他只要在被先知骚扰的时候不被骚扰到家里面的农民，不被强迫敲农民就可以了。是，现在一反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种就是人族带着自己大队人马赶着先知跑的局面了。嗯，这个还是前期的细节做得好，因为他利用那种很小的点然后去勾引先知来骚扰自己，反而导致呢这个狼不断的往前扑，导致这个狼就特别容易被步兵集火和这个被损人点，因为狼毕竟还是脆皮。好，这边残血拉走，留下健康的继续骚扰。你看就是这样，他就是拿这种小点来勾引你。好，这里的话点掉一个狼，又是一个狼被点掉，
宣誓这边因为小鱼刚刚网了个水元素，这边要搞事情一下。哎，你看这个其实是受足亏啊，他这边一直在被这样搞，是又被网了一个大技，牛头将将出来，哎，升了冲击波，这一下升冲击波的话，那失去了踩地板，啊，又点掉一个狼，所以你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他这个一直在这样，其实蛮送的，我觉得。是他这样，你可以看到人族这边已经带好，非常开心的到达了三角自己的这边的，无论是等级还是哦，这边还差，还没还不到，差一点。然后这波就练完就到了，那他这个整体的一个节奏真的巨差，牛头也没有时间说做到说我先就在前面骚扰，然后你牛头到外面去练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主要是大忌的状态，大忌被打残或者是打死的话，那么牛头练级就缺少帮手了，因为如果单牛头的话是不行的，这边出飞龙了。嗯，那飞龙的一大问题就是大法师马上到三了，他一到三两级水人，你正面的话也好，哎，这边冲击波、哎、抢到了，这也是急了，这显然是急了。上来被搞得这么烦，然后回家练一个自己加范围内的点，就可以到达一个自己想要的等级了。他这个感觉就是跑到人家面前、然后被人家骚扰自己。是，这边就把风矿一练。嗯，现在人族可以先收点，然后呢调整一下节奏就可以了。因为兽族他的练级的话呢，首先他的大技不多，只能靠飞龙就不可能出来骚扰了。如果说他大技多的话，那飞龙其实可以考虑单飞龙去对方家附近找一种那种无敌点位可以来输出的。好、啊，这边 MK 的话是跟着一起混，稍微蹭一点。对，毕竟大哥也要经验。大哥到三就可以了。嗯，到三以后的话就可以让 MK 自己出去吃满满当当的了。看看他是什么宝物 ，MK 的宝物。嗯，等一会儿看吧。这边的话是，反正不急，等一下就知道了。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双法营也并没有起，他因为他知道对方飞龙暂时不会来，因为他已经如果来的话，他牛头就练级就特别慢，所以他这个时候的话，先把这个双法营起来，把法师弄好，这样如果说野外碰到飞龙的话，法师一个减速，飞龙就不好走。哎，这个礼物啊，果然回头减速，反正要死，牧师奶一口说不定可以活，要不要救三个呢？三个牧师，三个牧师，能量。哎呦，可以这个，这毕竟三个奶妈。嗯，牧师的这个持续回血能力真的很强啊！飞龙这边中了减速就没有空间了，甚至还两个都被套上了。对，这边家里还有两个女巫囤着，这时候出两个飞机就可以解决掉这种问题，两三架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太多的，就后期。像昨天我们看过这种局，他后期是升群伤的，就看飞龙的数量，如果飞龙数量特别多的话还是升一下，不然就不需要升，就靠飞机单点效果就很好。具体要看就是松韵这边飞龙的一个数量情况，就你一旦出太多的话也会变成自己卡人扣的一个负担。对，好，那边的话还在，你看飞龙这个时候被一架飞机赶得非常痛苦啊，因为他减速了之后飞机是可以利用自己的速度来风筝一下你。对，反正只要有个女巫当一个辅助在这边疯狂减速就可以了，一架飞机守得稳稳的。是，所以这边想牵制接开矿的这个路线，但是这时候人族不着急啊，因为你是慢矿，兽族基地造的比较慢，他可以等会儿去补侦查，现在这个侦查英菲这边侦查做的没有跟的那么气，但局面是还非常好的。英菲这边 MF 的非常开心啊，如果单纯的靠这个冲击波闪电链的话，其实一个完美参命的群补就可以了，就是击中冲击波中了之后点个群补闪电链，就其实就等于说是废了。好，这波过来想强冲冲击波，但是抽到了，对，还在抽，这个应该是可以点掉的，应该是可以点掉这一波的话，因为刚刚冲击波打掉太多血量了。哎，那这样不好说啊，因为这里进去了电盾的一个狼骑。是啊，这个时候就是哇，家里农民无惨，嗷嗷叫，这已经是没办法了，现在这时候这个电盾很烦，哎，全死了呀。哎呦，这一波套完就走。对，这一波被跑家跑得很伤，等一下可以数一下主矿的采矿的农民全死了，然后采木的好像也死了俩。是，而且关键是塔掉了，这里对英菲来说最伤的是电，把塔掉了之后呢，对方如果有足够的骚扰空间的话，包括是狼和飞龙都有足够的空间来骚扰。嗯、这波跑单还是把英菲的整体节奏断得比较厉害，而且他刚刚这边再建了一个商店也被打掉了。嗯，
还是在刚才大意了。嗯，刚才大意了，觉得对方就这么点东西也不会影响太多。哦 ，MK 是一个肉装，力量加六加敏加六。他没事，他表示我，他现在可能主要是要控制对方的狼骑、嗯，因为现在对方看起来是跑家的路线，就突出一个血多。嗯，没事，能够控制狼骑就可以。但现在这个时候正面其实如果是这样被跑的话，还不如全卖掉，把它换成钱，因为打正面的概率不高了，我觉得。如果对方是连续跑家接力的话，因为上面的兽子分矿是被退下来的，所以这波其实还勉强非常勉强的情况下是稍微能接受一点。分矿是输了一根白塔，但是目前感觉松韵这边要跑的一个探视也不敢大意。嗯，现在不能离家太远。嗯，如果去左上练大点的话，就是对方一到家门口就得回城。好，发现了。哎，这里就是撞了个满怀呀、啊！飞龙解决掉。哎，你跟我打吗？就跟你打。但这边身上没有群补，群补被之前唯一商店已经瘦子这边控到了。锤到牛，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群补啊，去掉对方身上闪电盾。哦，不过拉开了，还好，这波拉得特别的远。赶紧第一时间挂完减速就跑。这下也很关键，因为对方在节减速的能力上面其实并不强，如果萨满来疯狂节减速的话可能也是遭不住的。哎，点掉了一号高，原来上面毕竟这只有这唯一商店啊，如果群部一直被控在兽族这边就很难受了。有眼，哎，这个时候脖子一定要硬 了哎，这边过来，无奈这 MK 血实在太厚，是，而且甲高，哎，牛大法师的位置不好，不过狼骑好像没有网了。嗯，有个水人在后面偷萨满啊，这边有个冲击波，哎，躲得不错。哇，但是现在这个时候锤没有飞龙了，飞机这个时候有点废，是现在已经没有肉吃了、嗯、飞机完全就是只是个侦察眼泪的存在。哦，有这个冲击波，再控一下牛，牛这边身上是有大无敌的，还有蓝屏，关键是个蓝屏，不能对着牛走得太近啊，不然的话他吃蓝屏之后的一个反击还是非常强势的。好，头晕锤再敲牛，现在的血量其实也有点虚，但是火枪一点点运过来，这边正面松鹰的部队全部被挂上了减速、嗯、这个拉手空间不大，主要是杀狼骑，把狼骑杀完才能够在这边是跟兽族拼控制和牵扯，因为狼骑的对现在网的 CD。 好，这边科多强开把那个兄弟救出来，肚子里有个火枪，但是是女巫也要死啊。好，救出来了，对，这个还能接受这样换，因为现在牛头他应该是没有太多技能了，破法来了。但可以看到其实悄咪咪的因为这边通过水元素还有火枪什么的把对面的一个后排的萨满是换的全一个金光啊，对，完全没有了。刚才有个细节就是在打团的时候他有一个水人是绕到对方后面去点他的萨满、嗯、把他萨满点残了，就是萨满那个时候是被点掉太多了，水人在点萨满的伤害是特别特别的高的，所以刚才可能收音也没有注意到，或者他的萨满是没有蓝的，所以他可能就解不掉这个萨满的这个萨满，就解不掉血元素了。嗯，这波打完的话反而自己这边是只剩下两个大技一个狼骑，这不要也很高，对，现在就是人族他的破法起来了，就这时候破法起来之后呢、嗯、一会儿可以通过锤子接这个破法的单点把牛头的魔法抽下去，牛头毕竟没有特别好的装备，如果说他有特别高的蓝量那么我们可能就比较纠结，但是应该暂时问题不大。别拿个大哥看一下，大哥爱不爱松影，看一下那边的宝物。哦，科多光环，对，那这个就没有用了，这个版本开始没有用了，已经是不能叠加了。哎，不过现在没有科多，现在死了、嗯、他可以做个保底，就万一我打到一半我科多被打率先结果急死了，这个是个保底啊，毕竟还是要花钱。嗯，啊，这边是个美国队长，这样的话这真的很肉啊。看这属性，这 MK 就是双十，又肉然后还有护甲，嗯，惊了，那真的没有脾气，这 MK 就一往无前冲上去，首当其冲。对啊，今天不也是十月十号吗？今天就要打这个吗？现在这边再一个电盾练级还是不错的。现在英飞这边先到你家里去看一看情况，他这波就是能换一下就试一下，因为他分矿那边他是不可能开矿的。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的话，练级对人族来说他是没有点练的，然后呢他回去守，那兽族可能会已经在外面练级了，不如说我这个时候来拆一波，说不定还能占点便宜，比方说这个萨满彪还留了一下。嗯，就现在火枪打萨满的效率很高，然后像这种能够抓一个并且卡住人口这种情况是很非常赚的。好，这边预估你差不多要回房先投一投，哇，换上了三个牛头。嗯，这时候不好分辨，熊熊，对，他不好分辨哪个是真的。熊熊他打了一枪之后一般打个两三下。嗯，下方补了一个商店，可能终于运出来、哦、但家里这边的话这两个水人是烦了。看一下，对，他跑进来的话等于说是给人族一个比较大的撤离空间，但是也是交了不少经验的，不过这个经验好像牛头没吃到，全给牵制吃了，吃到一点点应该。因为刚才牛头的话第二个水人进化的时候他已经在外面了，现在看一下这个时候去中间呢可能可以买到群补，如果说要身上有，对，身上有、嗯、买到了。嗯，好，两本很全，对，有一种大决战备战的感觉，战略物资全部已经准备完毕。那其实我们还是要看对兽族的萨满的生存空间是多少，如果说萨满死得特别快的话，那么他的反魔法手段就是零，然后就很容易失去这个反控，就是被减速给放风筝放到死。嗯，好，找个窄口，我送你这边商店刚刚好。嗯，但如果离太远的话可能这个补给线能提供的也不多。对，刚才是想这个定牛然后抽他蓝，这边的话加速给牛，牛这边进化一下，这个冲再加 A 一丝、哦、都很残，还没有，他想奶一会儿，是他要先硬抬一会儿。对方的话是毕竟没有太多的技能，就一个群补。 哦漂亮，这个一个群补抵消了这次，但是还是死了个女巫，这个完全可以接受。是的，对面已经交了第二轮技能了，而且是狼骑死光啊，这波狼骑死光，牛头在喝进小进化，大法师想上去点没有给他机会，大法师被进化了，跳上减速，这边想逼你大法师逼回城。哦，这一波秒大法，大法师直接大血顶，确实吃掉这边的血。那现在这时候牛已经是没有技能了、嗯、牛现在是蓝屏的话，他刚才是喝的是小进化，牛头跑上来先踩、啊、这个位置，这个完了，无敌能开出来吗？开不出来了，那牛没了，GG。好的，那我们是赶紧来到第二场比赛，这样子蓝色的人组是来自 NW 的 Infer， 红色的兽组是来自 LF 的 Soin。 就 Soin 如果这个小组他想出线的话，他必然第一轮是要赢的，因为他如果想从败者组里面再、嗯，等于说是三换神，差不多要大概率每个都打一遍的情况下，这个我觉得有点难。而且他首场的话感觉确实这个双方的视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个种族的红利好像目前第一场没有给到他特别的一个帮助，主要是他被吓套了，就是他一直是在对，他如果不管这个大法师往对方家里面扎说不定会好一点，因为大法师也不可能真的在那边为了练鱼人而不顾家里面、嗯、或者说就算是他要练鱼人他也需要双线的去操作他的民兵，或者说是去这个先要保一下塔，因为我们看到上一盘英菲的塔其实是偏慢的，对，所以他其实在中门口的两鱼人被吸引了，可能那鱼人的强大魅力吧把他给拖住了，然后导致他在没有几乎是没有进过英菲的家，就最后换家的时候进去。嗯，那一波也是就思路明确，我只能通过那样子去限制你的节奏了。嗯，也正是因为就是他比较想要说赶紧的一个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等级，所以说就在外面直接去练点也离家比较远的一个情况。确实，就这个时候对于搜印来说需要是不要落入到对手的这个节奏当中，是他这一局需要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嗯、会有惯性，对，会有惯性的。好，看一下手宝爪子，嗯，这边是大法师被挡住，等会再说。嗯，那这样的话呢等于说是啊，大法师是个指环、哦、但是、啊、摸奖吗？嗯，这边的话应该是直接要强练了、嗯、这是为了三级打的，他这一下是看到对方先知没有第一时间来，哦，他直接买了黄皮走，只是偷一个雇佣兵、对，因为他农民一直没敲出来嘛、嗯、他看到对方先知没有第一时间来，所以先把这个雇佣兵勾一下，然后呢是拿到了这个黄皮，黄皮的话呢前期可以单驱对方一组狼，是
两边其实对于这个黄皮都蛮重要的，两边都是召唤物嘛。嗯，那兽族的话前期没有办法去勾，嗯，所以是就是钱方面支配不了。但是人族的话，如果说能骚扰到兽族，或者说抗压的话，还是不错的。哎，这要被网的。哦，这个是这个大怪很难补，哦，因为它有回血。好，还是先知拿到，嗯。对，毕竟有个爪子，相对来说补起来还是容易。想围？哇，差一点。爪子确实是刚才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啊。他是在藏那个黄皮吗？黄皮一直没有过来。是的。嗯，他在藏这个黄皮。没有第一时间露脸。他可能等你下一组。好，这个时候来了，你招不招？哎，你这个时候你招了，你就等于就是白给。那先知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骚扰这个点了。这很难受，血量也被点的比较残，放一下闪电链。哎，对。这下的话是把水人垫了，他这里的话也是保证自己觉得这一波他如果把魔法用在狼身上肯定是送经验的，我不如说是放个闪电是给水人，是啊，自己的狼的话是绕了另一条路，但是又遭遇了，先去一个。嗯，好，那剩下一只狼就不用管了。嗯，这一只狼就搞不出什么幺蛾子，所以这边绕了半天结果还是撞了个满怀。而且大法师现在有两级的话呢，那可以稍微推动一下黄皮的回蓝，因为有光环之后黄皮回到150的话又能去两下。嗯，好，阿法牛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虽然好用啊，但是逐渐的在被对方不断的适应和破解的过程当中。不过这把我觉得收印也做出了变化，毕竟先知他是个两级开了，不是那种一级跟着你混的这种想法和思路。不过松韵这样子先知就把自己家附近点练的话，这样牛头等下出来的话可练的点的范围会被缩小。对啊，这个也是个问题。嗯，他这样就一直在自己家里面去做一些放的动作，这个对于兽族来说是个隐患。嗯，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意这个问题。好，现在先知才练完的话，双线练完出来过来看一眼，那这黄皮一直跟着你的先知骚扰能力就直接打折。对啊，而且他杀不掉这个黄皮，这个是最难受的。对，他如果能杀掉这个黄皮那就算了，比方说交把闪电链什么都认了，但是他杀不掉黄皮，贼健康。就实在你把火打残了，我奶自己两口我也行。嗯，我打绷带我也可以。好，上面的话呢是直接双法师赢。嗯，剩下家里两个点的话强度都很高。嗯，需要你先知回来搭把手。嗯，好，那么对于这个兽族来说的话，兽族这个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它的练级点是会变得很危险，而且变得很可控，因为人族知道音乐知道你清掉了哪些点，就可以用排除法来确认在预估你的位置，然后呢直接指导黄龙了。对啊，这一波就直接来换家了，就这波如果能把地洞拆一个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口啊，现在是34-40，也就是他现在点一圈人口也是会被砍的，努力修。哎，但是想保这个黄皮能不能保住啊，最后还是被捅死了，爪子立功或者说是牛头上来也捅了一下，这也很关键。嗯，那这样松音的练级节奏被打断，但英飞也交出了一本 TP。 嗯，主要是地洞没拆掉，有点麻烦，这边第一时间强修的也有点，刚刚只有一个水元素所以不太够。嗯，好，那么这里的话看一下大宝是什么，因为对面也把磨坊起得很早，就这个时候磨坊起得早的话也可以在接下来升完吹风。对，吹风还不错，如果牛头是踩地板的话这个就很重要。嗯，至少它可以控你位置，哪怕你有驱散。嗯，它只要吹那么一秒就够了。好，交换一下依旧当一个死肉。嗯，这次是护甲流叠甲。对，叠最后的甲。嗯，挨最毒的打。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抽来吗？哎，进去了。而且家里这边这个塔的位置只能抽到先知，那这里这个关键是他的塔好像有点太偏了。 对，太靠下了，这个位置就对于这个狼钻进去了以后没有什么帮助。啊，终于往下走了。嗯，引诱了一下过来。对，主要是水人回来之后飞龙也不敢来。嗯，这样的话需要补一个箭塔，这是最安全的，就是上面一根箭塔下面一个魔塔这样子。对，但是有可能他会不，因为觉得对方好像骚扰的这个力度我还是能防。是，他可能会不补，看一下，因为他马上要出
出那个狮鹫出龙鹰了嘛，就出狮鹫龙的东西了。出了龙鹰之后，那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与其是补塔和出龙鹰，那么龙鹰本身就已经在出的路上，已经开始成人口了。看一下，啥？哦，哎呦，上一把是一样的东西，真的是叠甲，这话就放在这里了。对呀、啊，等一下食物甲，嗯。好硬啊，这一下它真的很有用啊，因为现在兽族这边如果你出现一个英雄是完全对方不想打的话，那这个英雄其实就是一个肆无忌惮的英雄。关键 MK 在兽族对抗当中还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嗯，你上去刚刚这几个地板兽族哪吃得住啊。是啊，这边继续排一下 MK 的等级。那这里的话对于飞龙来说，飞龙这边也不好控，飞龙因为他没有小 Y 这个英雄，小 Y 是可以变一下对方。小龙过来一人锁，我就直接锁了，你怎么办呢？直播冲了俩女人，没用，跑不掉，直接晕住了，从前都没有想法走了。那现在兽族最尴尬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他你没有办法解这个锁链啊，那这个锁链你解决不了，然后你现在的兵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要么出狼骑、嗯、因为如果是有小歪的话是可以小歪变掉一个啊，果然出狼骑、哦、只能出狼骑，这没办法。嗯，那飞龙这个东西就是稍微拖一个探命点的，你要真的大范围去扑的话不现实。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的龙鹰比你的狼骑比你的飞龙多一条、嗯、那你也没办法，你网断我一个，我再补一个后手锁链就可以了。而且现在你如果出了狼骑，那你的鼻翼就停产了，鼻翼停产的话那你就没有啊，又来，对，你看这当脸直接来了，这都瑟瑟发抖。 但这个确实有点过了，讲道理送不来。哎，对，再锤一下牛，再绑一下补绑。哎，这是自己不小心打断了。然后这边冲了一下，把法师部队稍微赶一下，闪电链子放掉了。嗯，他们绿皮也是被杀，但现在牛这边的话是一直在被锤啊，牛没有办法通过闪电链去烫到对方的法师。狼骑来了啊，这一波、终于网到一个，是收银过来的补兵很关键，他接过来的兵非常有用。但因为最主要的一波法师已经撤离战场了，绕了一圈，而且他现在可以利用英雄来去消耗你、嗯、就靠哎呦头晕锤还出了，看一下补刀下。好的，对，那这样的话又很赚啊，因为 MK 你杀不掉，你看这个 MK 贼肉还有大雪。对啊，给你锤横着走啊，他现在是啊、这边的话绕了一圈的主法师部队接兵了。好，再来一个冲击波，冲一下，但是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冲击波了，因为这一波打完之后就等于说是亏了很多呀，这波。哦，等一下，哎，这里敲咪咪，再拖一下时间，但是好笑，他没有解场，他其实解场能力比较弱。如果说是没有办法解水人的话，那水人的输出太高了，他解了一个狼骑的吹风。你看这样的话塔是被点掉了，那塔被点掉的话本身如果能起好塔，那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据点。是，这里可以依据这个地方，而且自己的风矿也能稳下来。水泥塔的话法师部队太吃力了，如果要起来硬攻的话，这边想要强杀你的狼骑。对，这波塔把民兵敲过来了，这里就是要你命的。你如果说这里你已经开矿了啊，没了。对啊，那这里我就直接杀人诛心了呀。是的，还有一个在田上等下掉下来继续。嗯，就直接这些农民全部都是我的，然后哎呦萨满你也别想走，好惨，就直接把这波清了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兽族他不可能救这里了。而且现在我们看到英菲是想追着对方不让对方恢复，是，这边又看到一个狼骑挂上。嗯，云主再见，现在只能溜啊，你看见面就得跑，如果他不溜的话这个补给品全部都是白花花的钱，就直接打水漂了，直接推商店。这个水泥地洞效率有点低啊，如果要打的话啊，直接回来了、嗯、这几个农民还是叫个大哥过来帮帮忙吧。嗯，真的感觉是拿指甲刀杀人啊，好痛啊。哎，没事，铁杵磨成针，反正他们大哥不在。嗯，好，这边还是想要硬点，顺带吃一吃新生的蚱蜢。哎，杀掉，那这个地洞打掉不就卡人口了吗？哎，没有卡人口死的啊，他有一个基地，有一个基地提供十个人口。这边的话掠夺还没有好，但这边想跟你换家，逼你回来。先不急啊，我先把你封矿先清了，这个商店我不要了。那、嗯、没办法，他只能这样换一换节奏了。嗯，这时候兽族是越打越局限，就索引这个时候越打越局限，他只能去拆那些对于，英菲来说无关紧要的东西啊。英菲可以拆掉你接下来所谓的翻盘希望，也就是你的这个兽族的封矿。只要把这个分矿拆了，那么你最后翻盘的点也就没有了。
啊，你拆我的祭坛，老实说你杀不掉我的英雄，那我这个祭坛其实是可以给你拆掉的。哎呀，拆拆民房只能一点点往内推进。对，他拆他没有办法，他现在只能这样。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他不要把这个技能啊全部都交在这个拆建筑上。好，兵丁回来走了。嗯，看一下掉的位置，没有往前砸得很凶啊。嗯，有挂减速可以追。一个两个好，全解掉。追一下也。去看一下，看不到人了，走了。对，这里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说对方觉得你不会追，那省两个进化的话呢，那你也是浪费了。好，那这样的话呢，两边人口都红了，但是与不同的是，搜印是正面打不过的。他现在只能跟你绕圈跑啊，对，慢慢的去依靠自己的机动性去挂一下。对，但是这个很难，因为他的狼骑太少了。嗯，他这个时候他没有那种萨满在这个阶段下的作用就比较弱了。好，抓住这个时机，英飞的话来拿一个大点。这里他打个什么牛头光环、邪恶光环，他就也有机动性了。嗯，所以其实这两个光环就是目前最需求的。然后是什么呢？好像不是光环。看上去对，很没有欲望解吗？已经解了，不是光环。嗯，我抓上来，但是抓上来感觉不敢上。这个坡有点难受，引擎上去看一眼，你在什么位置？他这个时候。怕自己被英飞当成野怪一起练了，所以还是走吹起来。嗯，想办法要回城了。好运锤，哎呀，这命要交代在这里了呀。赶紧踢。我刚刚看到是个勇气勋章。这个其实对 MK 来说也不错，因为他现在又是真的回到了上一把那种很肉很肉的状态了。是的。好，这边直接回去逼你走。没事儿，我现在就是保好我的家就行了。好，女巫上了一个减速。嗯，能追多少追多少。哎，来了个飞机。哦，装走。这个狼骑有没有，这个狼骑能上吗？进化掉，先下来个萨满进化掉减速。嗯，不然的话这个飞机大家一起没，等一下就是空难现场了。嗯，好，现在但这样子捉迷藏不是个事儿呀，感觉有一点点慢性死亡的感觉。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之前的版本调整把这个水泥地洞是换到了二本，不然的话人族可以先把你地洞全拆了。嗯，然后再去控制你的苦工数量，就这是目前唯一的好处。嗯，就不然的话他这个局这样跑也其实也意义不大的。嗯，这边的话有 TP 的存在的话，就我先把地图上的大点都练完，你如果来我家我就练完回去。嗯，这个情况。不过跑家的核心思路还是要指望在拖时间的同时希望对方失误出现了一点什么想要贪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哦，两个今天真的因为是纯属性啊，两个饼啊，来公子张嘴吃饼，这100个饼吃下去也吃不消啊。你看看这身材，1200的血，450的蓝，天哪。是啊。好，这边偷到了一批，偷一波农民还可以。走吗？走了呀。这里要注意啊，英飞是有真视塔的，可以照你照树林上面的，就是现在他在等法师过来，然后再往前走。这个波的也不是特别的好。你真的上吗？哎呀，这个好，一只狼骑再见了。你真的上吗？你上其实很有风险啊。这现在瑟瑟发抖了呀，赶紧贴着加速走。哎，这波减速上去了。有点晚，这个应该还行，贴边。哎，有个萨满，他下来了。啊，到这里进化。嗯，啊，这个对于地图的研究还是非常到位的。那些小缝隙。嗯，但现在这时候就是搜印在10点的位置开了个矿，如果这片矿被开出来，那这个比赛是有转环的空间的。然后英飞这边的话是隐形了一个女巫去找飞艇去了。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因为那个塔应该是已经造好了。嗯，就是你如果说走过去的话，它应该是已经造好了。现在偷偷摸摸。兽族也知道，现在搜印知道我正面是完全打不过的，他必须要靠这种偷的方式来保持。好，隐形看到了。嗯，得过来，这得过来。上个坡，好，知道了。对，关键是看到这三根塔有点烦。嗯，这三根塔是目前人族拆起来是比较费劲的一个东西。是的，全法师的话对水泥的建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威胁性。这一波抓到了。过来强吃正面。
萨满现在不够多啊，他刚才死了好几个萨满。好，留一个狼骑。他现在只有一个萨满吗？能不能装上去？装上去。嗯，这边想进去。坐到一个塔的阵地上面，而且这样是能占一个高坡。嗯，看这里的话，这边被网住。破法。对，被网住很亏。哎，这个狼骑。好，狼骑死了一个，就剩两个狼骑了。萨满在进化，女巫在里面开视野，防止失去这个高地视野。好，这边再垫一下，直接一本群步抵消掉。我这萨满好多魔法，这硬是吃了这么多，但是现在也差不多了。科多这边想空投，科多吃东西，没那么简单，哎，没那么简单。反手背锤，赶紧装，赶紧装，赶紧装。能装？哎，又晕了。哎，怎么又晕了？好，上去了。走了，走了，走。哎，但是这个女巫想有想法，自己死了。上面的话隐身了一个残血的男巫做视野。嗯。他必须要把这个视野开了，因为如果开了的话，就很有帮助，不然的话看不到高地上面的情况。但现在不好冲了，本身那也是个残血嘛，对，无所谓。现在不好冲，好像是个问题。松影现在是有钱的，但是他知道现在这个基地他不能随便把钱下在基地上。嗯，如果把基地下了，其实这个钱浪费了。大法师这边暴风雪啊，挺熟了。对，准备暴风雪直接强上这个高地，因为你的控制比较弱。嗯。而且他这边主要是真的法师部队攻城能力太弱了，需要大法来搭一把手。这科多是在骗锤啊。好，直接当脸下。没事，大法师骗你下来。对， MK 说一会儿把这些装备全移到大法师身上也行啊。哎，他移了个饼，移了个饼，移了个饼，然后无敌顶。看一下这波雨中做自己。好的。对啊，你现在就是把这个大法师的生存力堆上去，然后用暴风雪来磨对方的塔就可以了，一点点地推上去。对，就你敢上来我就想跟你打正面，这边松韵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你不去把这个阵线控下来吧，你这个塔会被直接暴风雪下掉，那你往前打的话自己这边又不停的在被骗战损。这个开视野的男巫还有换班这个说法的，上面换了一个男巫上去了。是的。感觉好像我残血的下来，嗯，这个焦灼的情况可以把自己奶满，对，不如换一个健康的上去占个岗。他这个隐身时间也是限制了他，不过其实女巫的隐身时间挺长的，嗯，对，一方面是可以换一个健康的上去，对，老弱病残的下来退个休。好，上面这边暴风雪再砸，又网断，嗯，但现在他暴风雪在这个时候，哎呦，哎，这个科多还救了一个男巫出来，大哥我来了，哎，这一波，哎，群哇群巫隐身。哇，这一波收银是被勾出来了，但是电盾大技想去硬抗，但这个 MK 还是很厚的，虽然他移了一个饼，问题不大。嗯，而且 MK 现在还有技能，好，再隐形进化，这边的话想强杀这个大法师，再隐形你还能进化吗？你已经没有了，再电盾还是想硬抗，这算不像是盲人摸象的战术啊，就是什么都看不见，硬是套了个电盾想强打。哎，这个大概走向还是心里有数，进化就是想逼你走，他就想逼本回城，但是这边的话英飞就是我死活不想走，我死活要在这耗你，对，我就在这边耗死你，升级啦。那这样的话是有给兽族的最大问题出现了，这个五 GMK 的单锤萨满都顶不太住了，接下来就是你再下来就是哎技能嫖你的单位，嗯，而且上面也开矿了，而且主矿爆了，这个时间点好又还班了。嗯，来来来，兄弟，换你上。再找一个。现在这时候兽族在这三个塔其实消耗能力还是有的，就他只要让 Infish 在这个塔里面打架，他的消耗能力是非常的强的。嗯。但是这个问题是在于他不一定能够把 Infish 控得那么牢啊。暴风雪又继续磨，哎，砸一下就有点亏。装了一下假动作，是不是想骗点东西？刚刚他放了个指向型技能暴风雪，嗯，就打了一张炉石的六费卡，就直接放了一下就行了。好，这边松鹰的话是派了狼出去看一下，这边这是在照。嗯。运苦工过来的话，得先把人赶走啊，不然这个不好钻进去。这是继续照。对，这个也是没有高地视野的一个问题。好，锤住了。先打你一个狼，哎，这个狼骑补了他，哎，但这是要我全都要的意思啊。是，没事，觉得这个就养着残血养住，嗯。哎呦，又来一个，真的是这两个好养残啊！哇，这个冲击波从上下贯穿，这边直接奶住。对，牧师在这个阶段下很强势。哦呀，这个终于把残血给收掉了，强迫症好难受。但是上面塔已经掉了一个了，塔掉了一个之后，对于这个局面的影响是很大的。
逐渐的是要被消耗掉的，可能你一开始不能够接受，但是慢慢的就开始被对方给攻略掉了。毕竟这边有辉煌光环，人族这边蓝不要钱啊。嗯，我就跟你在这边谈天，只要不被你这个尖塔搞太多事情就可以了。是，这个地洞还想帮帮忙，但这个地洞的话主要是保护，在被暴风雪的情况下是让苦工可以进去。现在换大哥上岗。哎呦就剩一个狼骑了，进化 MK 无所谓。没事，你这个 MK 当替大法，这暴风雪下的贼舒服。而且关键是 MK 这边的话是又换到了对方的萨满和狼骑。是的，非常的赚，里面的苦工也拖出来了，他必须要保住这根塔，上面那根塔如果掉了的话，那人族在这里的这个输出位置就非常舒服了。哎，上面那根塔差一丢丢，里面这还在起塔，但是现在直接想杀你牛头诛心了。对，牛头这边的话，这个缝你能不能钻？哦，牛头你身材还不错嘛，主要 MK 没来。嗯，啊，炸掉了，GG。